韦相主，你好大的架子，朕这个大清皇帝你好像也没怎么放在眼里，爱搭不理的。我哪敢啊皇上。皇上，奴才刚刚心里边乱得很，现在终于想明白了，奴才可要说了。说。皇上，他们要来害你，奴才拼命阻挡，那是对你讲义气。皇上要去拿他们，奴才夹在中间难以做人，只好向你求情，那也是讲义气啊。你心中向着反贼，那是顺逆不分，目无君上，还说讲义气？你说，朕说的对不对？你救过朕的性命，救过父皇，救过太后。今日如果朕杀了你，你心中定然不服，还要说朕对不起你，是不是？是。皇上曾经答应过我，不管我做错了什么事情，皇上都会原谅我的。万岁爷的金口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好啊，你倒深谋远虑，早就服下了这一颗棋子。其心可诛。我这颗脑袋算是砍下一大半了。小皇帝的脾气向他求情肯定没用，只有跟他讲理。皇上，我拜过你为师，你答应过是我做徒弟，那个陈近南他也是我师父。如果我要心存害你，那是欺师灭祖，我要是心存害那个师父呢，那也是欺师灭祖。再说了，皇帝要砍奴才的脑袋那是稀松平常，可是师父要砍徒弟的脑袋，那就那就有点不大对头了。好像有刺客，皇上带着兵动，奴才挡在皇上面前。什么人？启奏皇上，那班侍卫找到了三名刺客，已将他们围住，不久便可擒获。皇上已经知道了，即刻加调100名侍卫到尚书房前后护驾，屋顶上也要站30名。小贵子，今儿晚上你就别回家了，待在宫里吧。啊？刚才朕已经派了前锋营把你的伯爵府给围住了，今天晚上就拿人。快把四周都给我围起来，还有那边，快点，快！昨天下午你们天地会云南穆家华山派姓归的是不是都已经在你的府上聚齐了？前锋营向来跟你同里的萧霁营不大和睦，看来他们未必肯买你的面子。皇上什么都算到了，此刻才对奴才明言，就是饶了奴才一条性命了。奴才以前的一点威功都将功折罪，折得干干净净，半点也不剩了。你明白就好，就像你说的，好比咱俩赌牌九，先前你赢了不少银子，可是在一注之中都输了，还给朕。以前赢的一下子都吐了出来，从此没有了输赢。我们如果再玩，就得从头开始。那是真正的谢主隆恩了。奴才今后就专心为皇上办事，别说天地会了，就是九天会的香主，奴才也绝对不干了。皇上吩咐我去拿那个反贼，原来只是试试奴才的忠心。皇上其实早就神机妙算，什么什么之中，什么什么千里之外。此事皇上全都知道了，怎么通知他们赶快逃走呢？不过话要说回来了，前锋营人虽多，也未必能抓住我师父。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但愿师父他们平安无事啊。回皇上，反贼拿到了。带进来。这放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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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跪下！你们把我放开，爹！你个小贱贼！放开！臭贼！臭贼！臭贼！狗皇帝！好一个神拳无敌归心术！闭嘴！放开我！娘，你不是说天下最好玩的事就是刺杀皇上吗？一点都不好玩！放开我！二成皇！哪儿啊？龟儿！长子，跪下！爹，娘，你帮我杀了他们！撤！快拦住他！小心！护驾！拦住他！拦住他！爹！娘！啊！娘！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为什么让我一个人？你们为什么不陪着我？为什么不陪着我呀，娘？我不能没有你，你不在，我不认识回家的路啊，我不知道回家的路啊。皇上，奴才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外面还有人要行刺韦小宝，你要好好保护他，不得离开半步，更不能让他出宫。明日清晨再另听吩咐。这奴才会尽心保护韦都统。多隆，皇上，你要多派人手
紧紧跟着韦小宝，不能让他跟别人说话，也不能让他传递什么东西出宫。总而言之，局势危险，你就把他当作侵犯办理就好了。这皇上恩待臣下，无微不至。皇上恩典，奴才粉身碎骨也无法报答。今天你又赢了一桌，打从明天起咱们从头再来。小鬼子，你说天帝会逆手陈近南的武功，比这三个刺客又如何呢？这个奴才也不是很清楚，恐怕还要再高一些吧，对不对？要不是这三个刺客提醒，朕倒是大意了。单凭前锋营的人马，怕是拿不住的。来人，在。传南怀仁觐见。这。小鬼子，你知道朕为什么要传南怀仁吗？朕要调20门大炮去对付陈近南。就算他武功再高，恐怕也插翅难飞。皇上要用大炮对付师父，那还不炸成炮灰了？这妈妈的，皇上消息这么灵通，是哪个王八蛋跟他说的？今天早上我第一次见到皇上，他对我很好啊，还说要派我去打胜仗，希望我能够抓到吴三桂，封我为平西王呢。那时候皇上一定还不知道天地会有韦相主的事，他得知消息是我押了老婊子去呈给太后的，这会儿却是哪个狗贼通风报信了？多半是穆王府的人，要不然是王巫山、司徒贺的手下，否则我师父等人在我府上的事，还有我在天地会当相主的事，皇上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韦兄弟，起来，起来呀！皇上对你恩宠有加，朕不知道你是几世修来的福分。历朝不论是亲王贝勒、宰相大臣，没有一个让我们御前侍卫去保护的。我听他们说，你不到20，准能封王封侯了。哎，你也不必担心，只要你不出宫一步，反贼就算是有千军万马，也奈何不了你一根汗毛。哎，皇上的恩德天高地厚，咱们做奴才的自然要尽心竭力报答皇上的恩典。什么封王封公，老子是不想了，宁可小皇帝在我屁股上踢一脚，滚你妈的臭鸭蛋，从此不许你再见我的面。这般保护可真的保了我的老命了。韦兄弟啊，皇上吩咐了，你不能在宫里随便走动。你看你是先回你以前的屋里歇着呢，还是去侍卫的班房里待着呀？陪你耍几手。走吧。请。韦大人要回来小住。小福子。在。快去准备酒菜。是是是，韦大人能回来看看，小的们欢喜得很呢。你是新来的吧？以前没见过你。回韦大人的话，小的刚进宫2个多月，叫小福子。把各位爷都伺候好了，伺候好了重种有赏啊。那是那是，小的明白，小的在下面常听公公们说起韦大人待人宽厚，小的们都挂念得很呢。好好干活，重种有赏，赏钱少不了你的。多谢韦大人。哎，多大哥，这可舍不得，这可舍不得呀。哎，赶紧让各位兄弟宽坐啊。兄弟昨天晚上整夜给皇上办事，实在是倦得很了。哎，坐啊！对了，韦兄弟，尽管去睡，做我哥哥的，给你保驾。哟，那可是1000个、10000个舍不得呀！窦大哥，你想要皇上赏赐什么呀？尽管跟兄弟说，兄弟都记在心里面。他日等皇上高兴了，兄弟去求一求，这事儿八成能成啊！嗨。韦兄弟肯替我求皇上，那还有不成的？多大哥的事情就是做兄弟我的事情，岂有不尽力之理啊？哎呀，
这个，哎，做哥哥的呀，在京城里当差，那实在是当腻了，就是想调到外省啊，调剂调剂。杜大哥说的可太对了，哎，这在京城里边呀，高过咱们的王公大官不知道有多少呢。只要一出京城，跟总舵主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好，总舵主。总舵主，有什么消息吗？一点消息都没有。哦，总舵主，双儿姑娘放心不下，想出去打探一下。也好，冯兄弟，你就陪双儿一起去吧。路上你们要多加小心，一有消息马上回来通知我们。啊，是是。总舵主，走吧。大家都静候消息，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嗯，是是，以免节外生枝。来来来来有办法了，我派多大哥帮我向千峰营要人，让他们两营狗咬狗。下呀下呀，哎，该你了，开着。多大哥，来来来，你们先玩。多大哥，麻烦你帮我这黄马褂。哎，好。哎，魏兄弟，你怎么不睡了？是不是兄弟们声太大，吵着你了？不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你可知道那批要向我下手的反贼是什么来头啊？哟，这个我可是不知道啊。一批是天地会的，一批是穆王府的。啊？是这么回事啊？怪不得皇上要派我护驾呢。这两伙反贼啊，可全都是厉害的角色。所以啊，我想我在这宫里面躲得了一日，我可是躲不了一世啊。有你保护我，但反贼不除，还是后患无穷啊。皇上明日召见，必有妙策，韦兄弟也不必过于担心呢。不瞒大哥说呀，兄弟家里面有几个如花似玉的小妞，兄弟十分喜爱呀。看来今晚反贼会到我的家里面去行刺，他们害不到兄弟，多半是要害到那些小妞了。那你看岂不可惜了？这事儿容易，我这就派人到韦兄弟的府上去保护。哎，多谢多大哥。多大哥，兄弟家里的小妞呢，最宠爱的一共有三个人，一个叫双儿，一个叫曾柔，还有一个叫穆建平的，相貌都长得不错，兄弟放心不下呀。那就请大哥多派一些人手去我家里保护。就对他们说，今晚天地会还有穆家的刺客会去行刺，让他们赶快去躲了出去。最好大哥多派一些人守在兄弟的家里面，等到刺客一来呢，就一股脑呢，把这些刺客通通给拿下也就是了啊。哪位兄弟出力多呢，自当重重酬谢就是了。你放心好了，伯爵府上的事情，哪一个不拼命向前？我马上就派人去办。哎，好，哎，你先玩两手，
你玩两手。那好，我就陪兄弟玩几手啊。不过最近手机不太好。哎呀，你放心好了，我去给你办去。啊，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谁能赢了我的钱，我身上这些银票，我就通通的都归他了。来呀，来下注。孟大哥，怎么了？我们从府里出来后，一个人都没见到，不该这么冷清啊。是啊，这街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事情不妙，要出事，赶快回去禀告总舵主。好。炎帝辉，你贼，赶快投降，饶你们不死。总舵主有危险，快冲出去报信。好，给我拿下。快走。统领，那边萧启营来了十几个人，吵着要去伯爵府。他们想干什么？他们说是奉了多总管的命令去保护韦大人的内眷。告诉他们，我们是奉旨行事，任何人不得擅自放行。让他们不用担心，皇上已经安排好了。韦大人的内眷自有我们前锋营来保护，不劳萧启营费心。是。走你！哎呀！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好，来来来来，继续继续啊，继续！我派去的弟兄们都回来了。为什么呀？嗨，想不到皇上想的那么周到，竟派了前锋营去保护你的小美人，那你还担心什么呀？韦大人的面子真够大呀！哎呀，实际上韦大人是咱们皇上面前第一大红人呐。是啊，这么说。哎，是是是。哎，哎，多大哥啊，你来接我的妆吧。兄弟有点累了啊，这几把点太背了。哎，这好说好说啊！来来，我坐庄啊！啊，来，来，行行行。前锋营连多大哥的面子都不买，看来是奉了皇上的严旨，在伯爵府周围秘密把守。小皇帝真是厉害，包围就包围吧，还派人埋伏，还将老子软禁在宫中，真是什么什么之中，什么什么千里之外了。这一番师父他们可是大祸临头了，可他们还不知道外面埋伏着前锋营，看来我得亲自出马才行啊。来，小子，小子，大小子，小子，哎，再压再压啊，哎，再压往上压，哎，压大赢的，哎，喂，兄弟，上哪儿去啊？我去撒尿。哎，别怪哥哥啰嗦，撒尿也得派人陪着。那是那是，我是新犯。哎，不不不，哎，来人呐，在在，陪韦大人撒尿去。这请。你说外边什么消息都没有，你急不急人呢？你看看，总舵主，请。外边还没动。风兄弟是还没有回来吗？哎，还没有啊。总督主，要不要找几个兄弟再出去打探一下？不必了。
大家先吃饭吧。好，嗯，各位，我们先吃饭吧。好，走走走走走，吃饭吃饭。总舵主，请。总舵主，双儿和风兄弟会不会出什么事啊？我看这，啊，大家坐坐坐坐坐，大家坐。 我何不把多大哥骗进房来，趁他不备杀了他，在房中放起火来，趁乱之中便可逃出，非常不错。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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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尝尝啊！哎，喂大人，喂大人，我喝汤了。 杜大哥，今日伤你的性命，实在是对不住之至啊！好在你总免不了是要死的。我今天晚上逃走，皇上明日定要砍你的脑袋，你不过就是早死了半日，不算十分吃亏。何况我杀了你，你是因公殉职，但如果皇上要砍你的头，你势必是要抄家的。 老婆儿女都要跟着受牵连，不如早死半日，换在家里边，抚恤蒙阴。打起算盘来算一算，你实在是占了一个大便宜。这位兄弟，你身上穿了这黄马褂。 可多神气呀！你本来就是头胎十世，也挨不上这黄马褂的半分边儿。光头顶上这伯爵大人的顶帽，但是那颗红宝石，就够你用上的七八世的。哎，你升官发财，可交上大运了。我韦小宝当年啊，冒充小贵子，飞黄腾达，做了大官儿，你今日冒充韦小宝，今后是不是能飞黄腾达？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我先将冒充小太监，今日让一个小太监冒充回去，欠下的债还得一清二楚，干干净净。小玄子呀，小玄子，我可没有对你不起啊。小福子，你出去吧，这里不用你伺候了。 这五两银子给你买糖吃，多谢韦爵爷。我跟多大哥喝酒谈心，谁都不许来打搅啊。这，公主驾到。嗯。
这怎么这么脏，这么乱啊？韦爵爷喝多了，奴才领公主进去。起来吧。你快点出去吧。这小鬼子，你出去吧，在这站干什么？我要是出去就烧不成藤甲兵了。你搞什么鬼啊你？哇，你大事不妙，皇上要杀我。什么？皇上要杀你？啊，怎么可能，他刚杀了额驸，为什么要杀你啊？不怕，没有人敢动你的，有人敢动你我就跟他拼命，我就找他去，我就找他跟他拼命。你别拦着我。不行，你放开我，我找皇上说去，我找皇上。哎，你干什么呀你？哎呀，你讨厌，讨厌。我们还是赶快逃出宫去吧。我想皇上一定知道我们俩的事情，所以才要杀我的脑袋呢。不会啊，我没有说出去，他怎么会知道的？定是你泄露了口风，是不是？我没有。再说，我真的没有。有没有？没有，我就是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还说没有？那也不要紧，反正咱俩的夫妻是做定了，这就逃出宫去。干嘛逃出宫去啊？我明天就去找皇帝哥哥，他呢那么喜欢我，他一定会原谅你的。而且他杀了我的额驸，说很对不起我，还说要给我找一个更好的额驸，他那么喜欢你。哎，你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吃坏肚子了？是不是吃坏肚子了？我吃坏肚子了吗？都是你不好，都是你不好，都怪你，都怪你。你明天就跟我去找我的皇帝哥哥，我们明天就要拜堂做夫妻。你跟我走。你跟我走。你跟我走。我不去，我就不去。你跟我走，走啊！不去，跟我走。你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你说去不去？不去，不去。我拜堂做夫妻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可是我一见到你的皇帝哥哥，我就变成没脑袋的额驸了。没脑袋。所以我们还是赶紧逃出宫去吧。好啊，你没脑袋就没脑袋，你没脑袋打什么紧啊？小小鬼子怎么办啊？小小鬼子怎么办啊？小小鬼子，什么小小鬼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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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来的小小鬼子？什么小小鬼子？就是我肚子里的小小鬼子。都怪你不好，都是你不好。咱俩要是不成亲的话，我的肚子一天天的大起来，我都知道吴英雄是太监，他不成啊，我怎么办啊？你要我怎么去做人啊？我怎么当这个公主啊？你快说话呀你，说话呀你！喂，小鬼子，你要再不说话，我就火上藤甲兵了。不要。哼！哎，要是咱们不赶紧逃出宫去，那小小鬼子可就真的没爹了。咱们逃出宫去以后，就马上拜堂成亲，然后
把萧小贵子生下来，那皇上不就有外甥了吗？皇上做了这个便宜舅舅，那不就成了我的大舅子了吗？那他就不好意思杀我这个妹夫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吴应熊也是他妹夫，还不一刀给砍了？吴英雄是假妹夫，皇上知道，我魏小宝才是如假包换的真妹夫呢。假妹夫杀得，真妹夫杀不得。公主，等咱们的小小贵子出来之后呢，搂住你的脖子叫声亲娘，那不是很美啊？没你个王八蛋，我才不要这个小王八蛋叫我娘亲呢。这么长时间不见我，想没想我？想啊，日日想，夜夜想，睡觉也想，吃饭也想，拉屎撒尿都想，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这会儿还纠缠不清，真是他妈的死婊子，讨厌鬼，马屁精。咱们今天逃出去以后，日日夜夜都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你说好不好啊？咱们先出宫去。不行。我今晚就要做夫妻。今晚？怎么了？今晚啊？对。好啊，今晚就今晚。不过不能在这儿啊，咱们总得逃出去以后再说，是不是啊？喂，这有什么不好啊？我觉得挺好的呀。不要担心，明天啊我就去求皇帝哥哥，他最喜欢我了，他也喜欢你啊。你不是他的徒弟吗？是。到时候他就不生气了。是。他呀，最讨厌吴三桂。到时候，你就去请旨，去攻打吴三桂，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做兵马大元帅，你当副元帅，我们把吴三桂打得落花流水。皇帝哥哥肯定会赏你个王爷了。谁呀？是陶姑姑吗？谁呀？小陶姑姑，我在这儿。陶姑姑，你是谁啊？公主。陶姑姑，快来人呐！快来人！陶姑姑，快来人！有刺客！快点了，陶姑姑，点！姑姑，大事不妙啊！皇上要杀我的头，咱们赶快逃出宫去吧。外面都是精兵啊，我早就来了，在后花园躲了好一阵子，这不才得空出来。公主，你可别乱吃醋啊！她是我的姑姑，就是我爸爸的妹妹，我妈妈的姐姐，你不许乱吃醋啊！给她解开吧。你们俩不是想好啊？想哪儿去了？她是我姑姑，给点面子啊。我还要。你要什么药？跪下。捶腿。你是我老婆，叫姑姑。姑姑。姑什么姑？捶腿。我告诉你啊，待会儿你叫外面的人把轿子抬进来，然后所有的人都出去，我先进轿子，你再进来，我们坐在轿子里面，趁机溜出宫去，然后就拜堂成亲。我告诉你啊，待会儿叫外面的人把轿子抬进来，然后所有人都出去，我先进轿子，你再进轿子，我们坐在轿子里面，趁机溜出宫去，然后就拜堂成亲。我们拜堂成亲的时候，一定要有长辈在场才能算数。我姑姑就是长辈，你说好不好？好。好什么好？快叫啊！快点儿，
给我把轿子抬进来。出去！你躲在这干什么呀？快起来，起来，起来，快出去，出去！哎，他们都走了。哎呀，哎呀，按我刚才叫你的说。哦，小桂子，给我好好待在这里，不许出去。哎呦，这公主殿下，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我偏要出去，你管得着吗你？公主殿下，宫里面闹刺客，还是小心点为是啊。我就不信皇上养的这帮人都是饭桶，都不许进来。哎，陶姑姑，陪我一起出宫啊。好，起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停轿。停，这可是公主。哎，参见公主。我要回我父府，快点开门。启禀公主，今天晚上宫里有刺客，不太平静，您明天早上天亮了再出宫吧。我还怕什么刺客吗？快点开门。这什么意思啊？你们再不开门，我就把你们脑袋全都砍下来。啊，即使如此，带小人去禀报多总管。您在此稍候，我禀报了多总管，立即飞奔回来给您开门。二位总管听得出我的声音吗？啊，参见太后。我声音有那么细吗？啊，韦大人，韦大人。是啊。嗯。哦。我奉皇上的密旨，去拜见机密大事。哦。我只要一露面，就会坏事。一次，皇上让我坐在公主的轿子里面，让公主遮掩着我出去。哦，哦，那属下这就去开门。哎，你想不想升官发财啊？啊，多谢韦大人栽培。啊，韦大人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属下一定办到。有一批反贼啊，给我。前锋营统领额吉赤恭迎公主殿下。看什么看？哼。额统领在。
皇上密旨，今晚要办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都准备好了？是，都准备好了。哎，那些大炮也都安排好了？是，已交南怀仁南大人亲自指挥。哦，高统领，本公主要进伯爵府办一件事情，跟我一起进来。回公主，时间紧迫，这个时候可能进不去了。什么时间紧迫啊？让我进去。搞卑职啊你！在下不敢，只是实在太危险了。公主不能进去啊！你再给我说一遍。公主还想不想要你的脑袋你啊？公主千金之体，还望三思。敢挡我的路，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起轿。回去。张大哥、赵大哥，你俩在门外守着，我一会儿就出来。出。你干什么？你别拽我！哎呀，干什么？干什么呀？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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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大事不妙啊！皇上知道我们在这里聚会，胡同外面围了很多的官兵，还有几十门大炮对准了这里啊！哎呀，咱们冲出去，跟他们拼了！不成啊！不成啊！不成啊！官兵太多了，几十门大炮特别厉害，我带了几十个官兵过来，不如咱们换上他们的衣服，咱们好混出去啊！此计甚妙。行，快去，把他们叫进来，去。等我进来。小宝。快戴上帽子，快点，厉害点，换。双儿呢？啊，双儿妹子，见你进宫这么久还不回来。怪二侠他们进宫去行刺，又没半点消息，好生放心不下，随同风大哥出去打探消息了。哦，他们两个没吃午饭就出去了。哎呀，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呀？两个骚货！你小宝，你把他给我点了！见了别的女人就不理我了。钱大哥，双儿和风大哥出去打探消息，到现在还没回来。不如我们在这里多做点记号，等他们回来之后好立刻离开啊。好。哎，齐大哥，去马厩把所有的马都给牵过来。好。小玄子，小桂子对不住你了，他要跑了他也是身不由己呀。千万不要让皇上听到他的名字，知道吗？折，拿下，折，走，起轿，送韦大人，走。陶姑姑，
陶姑姑，今天晚上是我连累你了，这皇宫恐怕你是回不去了，不如你就跟我们参加天地会吧。虽然大家都是反清复明之士，但是个个来路不一，有天地会的这些英雄保护你，我也就放心了。这芝儿，你一路上一定要当心呢。啊，陶姑姑，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你的师父长平公主好些日子没有消息了，我一定要找到她，也好从长计议。等等，走。哎，桂二侠他们入宫行刺后来怎么样了？他们三个已经死了。那行刺成了没有啊？没有。啊，你把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不准隐瞒。哪里开炮？韦小宝，你想跑？你先回宫，等事情平静之后，我再来接你。喂，你想过河拆桥，你撇下我不管了？不是，我是说你先回宫，等事情平静之后，我再来接你。放屁！他怎么打的呀？是啊，要不是你说要跟我拜堂成亲，我会听你的话，我会把你从皇宫里救出来吗？又让那个前夫银统领救了你这帮朋友，你这个混账！你想把我甩了，没门儿！我肚子里的孩子，走！站住！我奉皇上密旨去捉拿反贼，快让开，把门打开！哦，原来是韦大人。城里发生了什么事啊？废话，当然是发生了事情，而且还是大事，要不然我出城干什么呀？你赶快把城门给我打开，否则皇上怪罪下来，我砍了你脑袋。这给我备几匹马。放行，快给韦大人备马。走，我走。等个来着。小宝，我平时见你啊油腔滑调，很不老实啊，可是遇到这紧急情况，你居然以义气为重，不贪图富贵，不出卖朋友，实至难得啊。别的朋友也就罢了，要我大义灭师，那是万万做不到的。什么叫做别的朋友也就罢了，只要是朋友那就一定不能出卖。大义灭师这四个字说的也不对。嗯，是，弟子没文化，经常说错，还请师父多多原谅。哎，小宝，我们冒充咸丰营的军士出来，过不了半天，清兵啊就会知道了，所以我们要尽早的更换衣服。那些衣服大伙都打包带着呢。嗯，好，这样吧，先找个地方把衣服换了。好，大伙先找地方把衣服换了。换衣服了，快换衣服！好，换衣服，换衣服。凤德哥和双二丫头的京城不知道怎么样了，他跑了。好一个韦小宝，
传朕旨意，命九门提督领兵三千，务必要把韦小宝给朕抓回来。这还想逃？我投降！别抓我！小桂子，这是去哪儿啊？哎，怎么又是你啊？去！你去那边躲啊！你去那边躲，我在这边躲啊！咱们俩分开躲啊！等光明过来以后再说啊！去！你给我回来！哎！你要去哪儿？我让你带我一起走，你不能扔下我不管！你放手！快放手！走啊！啊！这什么破地方啊！哇！你们俩干嘛呢？哎，快进来！快来！来！快来！快跑！快！小声点！完了，这可怎么办呢？小声点！快蹲下！仔细坐！没没有？那边有吗？没有。到这边来了。好。他们是不是看见咱们了？嘘，别说话，他们看不见的。看不见怎么往这边走啊？哎，不用怕，他们要是来了。我就一刀捅死他们！哎，错了！救命！跟我走！我带你们出去，走！大哥，你太不负责任了吧！躲在这里你不走？哎，走！快走！快！快呀！这边，不要你那个破鞋子了，快呀！这边，快！快点！快点！来，跟上！快点！把他们给我围起来！完了，真想跑不掉了。韦大人，卑职能先一步找到韦大人，真是福分不浅，请大人跟卑职回京吧。哎，等一下。哎，青蛙啊，还活着呢。我要是不回京呢？韦大人，卑职等是奉旨行事，还请韦大人不要为难卑职。小宝，干嘛跟他们那么客气啊？看我的。告诉你们，我呢就是建宁公主，我的话就是我皇帝哥哥的话，我要你们现在统统给我回去，要不然我砍了你们的狗头，听到没有？公主殿下，有什么话等回去见了皇上当面再说，还请公主恕罪。你小宝。哎，那位大哥，你还是先回去吧。我走。不好意思啊，那个农夫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啊，把他先放走好吗？卑职领命，你走吧。手啊！
厉害！敢问这位大哥如何称呼啊？先别说了，逃命要紧，走。功夫这么好，不早说，走。走。大家快下马，这里已经安全了。快下！这什么地方啊？这什么地方？先别问了，进去你就知道了。哎，你到底是谁啊？不好意思啊，进错门了。进去。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亏你小子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弟子时刻记在心上，每天早起的时候都要念一遍，洗脸的时候念一遍，吃早饭的时候念一遍，吃中午饭的时候念一遍，吃晚饭的时候念一遍，晚上临睡前还要再念一遍，弟子从来都没有敢忘记念一遍。而且有时候弟子想教主和夫人的恩德，而且从来都不曾漏过一遍。每天弟子想起这个夫人和教主恩德的时候，还要多多加料，还要反复的多念几遍。那一日属下跟夫人和教主分开，距离现在也就好几日了，教主好像已经年轻了七八岁，夫人好像已经变成了我小妹妹的样子，真是好奇怪啊。这天下拍马屁的功夫就属你第一了。喂，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你干嘛动手动脚的？就是的，讨厌。刚才我只是动手，现在我要动脚了。夫人，教主，其实我早就想回到你们身边，每天能伺候你们了。今日见到了你们，我死都不会离开了。赵，好像在这边。喂，你们见到反贼了吗？这回落到神龙教的手里，不管是花言巧语，最终还是性命难保啊！还不如跟了王二哥他们去，先脱了神龙教的毒手，再求他二人放了我。都是些不相干的庄稼人。对呀，就是几个老百姓而已。咱们走到别处看看。赵大哥，王二哥，我是韦小宝啊，快带我走吧。京城走了反贼，皇上大大生气，派几千兵马出来捉拿。捉到以后立刻杀头。小兄弟，这里危险得紧呐，倘若真的被冤枉捉了去，丢了性命可就犯不着了。赵大哥，快把我抓走吧，我愿意跟你们走啊。我二哥，你想跟我们去当兵吃粮？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外面有皇上钦派的火器营，都拿着火铳砰砰砰的轰将起来，任凭你武功再高那也抵挡不住啊。有火器营那更妙了，洪教主也不敢乱动啊。赵大哥，王二哥，我有事情要禀报皇上，我愿意跟你们走啊。皇上一见了你啊，立刻要杀你的头。皇上无非也是两只眼睛一张嘴巴，有什么可见的？对了，我们留下13匹马，派你们13个乡下人每人守一匹，过的10年8年送到京城缴还，死了一匹你们可得赔偿，千万得小心。二位兄弟念我平时待他们不薄，一心想救我，哪知道我落入了洪教主之手，必死无疑呀。二位哥哥，二位大哥，我求你们了，快带我走吧，
求你们了，求你们带我走吧，求求你们带我走吧。哈哈，两位总兵说的对，他们刚从京城出来，明白皇上的意思，你就别胡思乱想了。走走走，我们快去追反贼，走。我真的是魏小宝啊！完了，这一番我是死定了。我二哥赵大哥怕我逗留不走，再有追兵到来，就肯定不会给我留情面了。完了。你呀，还是跟着我走吧。哎，弟子斗胆问一句，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神龙岛。一个人，就洪教主回来了，各路教众前来参拜。冯大哥，死伤的都是自己人，定是被清兵杀的。我去看看。对，都是自己人。兄弟，你醒醒！总舵主和韦香主怎么样了？有没有危险呢？冯大哥，快说啊！总舵主被官兵咬得很死，往山那边去了。快去救陈总舵主！我们的人差不多都伤亡了。哎，兄弟，那韦香主呢？我不知道，大概跟总舵主在一起吧。兄弟，韦香主，总舵主。总舵主，韦相主，总舵主，总舵主，冯兄弟，总舵主，冯兄弟，冯兄弟，真没想到会是你们，总舵主，冯兄弟。这是为何呀？都怪属下无能，差点害了总舵主性命，还望总舵主恕罪。哎呀，这从何说起呢？昨日，属下和双儿出去打探消息，刚一出门就觉得情况有变，本应及时回了报信，可无奈失手被擒，致使总舵主受难。总舵主，你若有什么闪失，属下也没脸活下去了。这实在怪不得你，冯兄弟，你也不要自责。此次多亏小宝及时回来报信，才侥幸躲过一劫。哎，你们被抓以后是如何脱险的呢？属下磨断了绳索，杀了几个看守，与双儿一起逃了出来。哎，你们可见到小宝他们？相公不是跟总舵主在一起吗？对呀。昨晚我们遭到了伏击，也不知小宝脱险了没有。我已经派了青木堂的兄弟四处寻找，只是暂时还没有消息。那总舵主接下来要去哪里？我要赶回台湾去办一件事情。那属下就随总舵主一起去吧，
多一个人，也许会方便些。这样也好。啊，双儿姑娘，你也跟着去吧。这……我想，姑娘一定是放心不下韦相主吧。双儿姑娘，你孤身一人，万一出了点什么差错，我可没办法向韦相主交代。再说了，双儿姑娘。 小皇帝对韦相主很好，就算是被官兵抓住了，也不会有生命危险。你不用太担心。冯兄弟说的也有道理，这次台湾之行不会太久，我们很快就会回来。那好吧，一切就听凭总舵主安排。嗯。洪教主回来了。 各路教众前来参拜，洪教主回来了，各路教众前来参拜，洪教主回来了，哎呀，哎，素梅，夫人，教主，夫人。 夫人，夫人，我在李春苑没有等到您，我便自己回来了。可是岛上一个人都没有，这里又被炸成这个样子。夫人，你没事吧？啊，夫人，夫人，你怎么不说话呀？夫人，夫人，你没事吧？你怎么不理素梅呀？站住！夫人，韦小宝。 炮轰本岛，把偌大个神龙教搞得烟消云散。那么多弟子死在你的炮火之下，这回你称心如意了吧？啊！哎，教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洪教主重振雄风，大展宏图，再创本教，开张大发。 这叫做，越烧越火，越烘越旺。洪教主与夫人永享仙福，寿与天齐。小宝，小宝，你想干嘛？好痛啊！啊，好痛！好痛！ 自来成就大事者定然多灾多难，本教一时受挫，也不足为患。眼下青黄赤白黑五龙石即日吩咐各地召集旧部，倘若见到资质可取的少年男女，便收归属下，重新审教。谨遵教主号令，洪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赤龙石、青龙石，你们二位有什么话说？洪教主。 启禀教主，属下有一事恳求，望教主允准。别拍马屁了！有什么事说吧。属下等向来忠于教主和本教，但教主始终不肯相信我们兄弟，因此恳请教主恩赐爆胎一金丸解药，好让我们兄弟心无牵挂，全心全意为教主效命。假如我不给解药，你们办起事来就不能全心全意了吗？属下不敢。 哼，这是你们商量好的结果吗？当日你们作乱犯上，背叛教主，幸得教主和夫人宽宏大量，这才不救既往。今日你们又要造反吗？你才想造反什么呢你？当日我和夫人起过誓，如果再记旧怨。 就深入龙潭，被万蛇所噬。属下忠于教主，跟这些反贼势不两立。这件事早已一笔勾销，人人都忘得干干净净，只有你念念不忘。有机会你就挑拨离间，你是何用意？是何居心？属下知错了，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再提了。本教立的毒誓。 怎可随意违反？这个誓是印在你身上，
还是应在我身上？是你入龙堂，还是我去？早就该死。本座仔细想来，就依从你们的主张。今后本教新招教众之时，务当特别郑重，以免奸徒妄人混进教来。这是抱胎一斤丸的解药，你们尽快服下去。陆高轩，你左手是什么？张开左手。没什么。这颗白丸是强身健体的大补血参丸，看来你还是对本座怀疑，为何不把它服下去？啊，不不不不，属下不敢，属下只是近来因练内功不适，所以气血不舒，准备把教主所赐的这颗补药带回去，到晚上，打算休息时再慢慢服下，以免健体经受不起啊。原来如此，你何处经脉气血不顺？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可以帮你调息啊！你过来。啊，不，不，不敢劳动教主。属下慢慢调养，自己会好的。你还是信不过本座？属下怎敢？属下信得过教主。那你即刻服下吧。如果服下后气息不调，我不是还在旁边吗？是。你好大的胆子！属下衷心为教主出力，鞍前马后的尽忠尽孝。只是教主已经赐了一颗解药，解除了属下的抱胎一斤丸的毒性，可是教主又赐了一颗毒性更大的、更厉害的百旦丸。属下百旦丸无错无过，不愿领发。这百旦丸是教主采集的100种毒蛇和毒虫的唾液配制而成的，是不是真的有毒性我也不知道，也许真的有大补的功效，只是小的生来就胆小，所以不敢试服。我的药方你怎看得见？那天教主夫人身体不适，让属下到教主的药箱里取药给他服食，就看见这药方了。胡说八道！夫人不是可以向我讨药，何必向你要？你要找什么药啊？为什么不跟我说？跟我说，我可以拿给你。你知道我的药箱不是外人可以随便开启的。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你快坐下休息啊！你坐下呀，是不是太累了？哦，我知道了，他有娃娃了。有娃娃的女人才会恶心呕吐，一定是你的。你这个老混蛋，连自己老婆要生孩子了都不知道啊！夫人。他此话当真？说的可是真的？你是想找药把胎儿打下来，是不是？是，我是想打掉胎儿。你杀了我！是谁的孩子？谁的？你不是要杀了我吗？怎么还不动手？
我不杀你，我只问你是谁的孩子。是你的？不是。你的？不是。是你的？不是。属下遵奉夫人有如天亲，怎敢不理？我的大小老婆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盯着我？难道红夫人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和我有关？会不会是在丽春院的那一晚，我和红夫人有了这个孩子？谁得不是？杀了我便生分那么多干嘛？明明是你自己的孩子嘛，你干嘛那么紧张啊？又瞎猜疑什么呢？真是老糊涂！你给我闭嘴！我再废话，我把你脖子扭断！你想趁机报复我呀？我杀了你！教主，这是你们的私事，跟属下可没关系啊！哼，此事不了结，谁也别想活！今日大家在此同归于尽！你们这个神龙教就是斗来斗去，好，窝里斗，最好死的一个都不剩。不杀了他，大家都难活命。杀！哈哈，杀！呀！夫人。你们这些叛徒，谁也别想活着出去！走啊！快点！夫人，咱们走，来。这里风景好，我们过来逛逛啊。观赏风景？那你怎么不带上我？方师姐，你来得正好，你和我们一起走吧。小宝一直都惦记着你呢，你从前也起过誓的，难道你都忘了吗？我只忠心于夫人，夫人说的话我唯命是从。你不过是服了夫人的抱胎一斤丸，我以前也服过的。原来是这样啊，一姐姐，以前我错怪你了，你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们永远在一起。小宝，你不记我的仇，
我真的很高兴。现在我知道了，你原来是有苦衷的。你以前不是诚心要害我，我当然不会记仇了。谁要记仇，谁是小狗。这样是最好的了。夫人，你要到哪儿去啊？你快来看，这些老家伙已经被我打死两个了。这谁敢造我的反，谁就得死。夫人快看，教主在那儿呢。快跑，快走。我们快走吧，坐船逃走。啊，我们？你跟我们一起走啊？岛上只有一艘船，不走也不成啊。你不知道教主他要杀了我。啊，那走吧，赶紧走啊。走走。素梅，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岛上不安全。我从小跟了夫人便是一生相依。快快快，夫人到哪儿素梅便跟随到哪儿。夫人咱们快走吧。快走，快走啊，快点快点。夫人，不要离开我！接住他，今日非杀了他不可！快啊，快啊！夫人，别离开我！完了，他追来了，追来了！我叫你，你为什么不理我？他不要你了，找了个比你年轻英俊的相好。胡说八道！起来！看他们打的，好厉害啊！是啊，这。夫人，我来了。为什么不挡着我？夫人，这些人想造反，他们哪是我的对手啊？我把他们全杀了。你为什么不帮我？你武功天下第一，又何必要人帮你？叛徒，你也是本教的叛徒。不错，你只顾自己，我如果帮你，终究还是不免给你杀了。我掐死你，我掐死你！住手！哎啊！
教主本来想提拔你做白龙使，你这贼子不识抬举，怪不得本教主了。苏梅，苏梅，你说你反不反？你不反我就饶了你。很早以前我就在心里烦你，自从你逼我嫁给你的那一天，我就恨你入骨。你掐死我吧！你们这些反贼，你们都反我！我要重招新人，重振神龙教，去死吧！去死吧！小王八蛋，你暗算我！说句不要，我也得宰了你！救命啊！站住！救命啊！难道是韦小宝的？你们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什么时候？你个小王八蛋！又来了！都该听我的话，为什么要反我？我要把你们都杀掉，只有我一个人，先福永享。收于天。他死了吗？死了。那他为什么还睁着眼睛啊？废话！你小王八蛋！他为什么不演啊？你勾搭上他老婆了！
什么时候勾搭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了？你这个小王八蛋，你什么时候勾搭上她？你还有了孩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乱讲话，我就弄死你！啊！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说我干嘛打你？哎，好，哎呀，哎呀！小王八蛋，死太监，小畜生，臭小鬼子，死太监，臭小鬼子，小王八蛋，小王八蛋！哎呦！你等等我好吗？好啊，好啊，好啊，你去吧，去吧，去吧。嗯，小畜生，哎，臭小鬼子，别打了！洪教主，你虽然强迫我嫁给你，可是自成亲以来，你自始至终待我很好，对我宠爱有加。可是我却从没有真心对过你，你死而有之，也不用放在心上。我们是要留在这儿，还是去中原？哎，这个地方是万万待不得的。洪安通还有陆高轩他们的恶鬼都要索我的命的，那是不得了的。不过，不管是回中原，小皇帝又要杀我的头，我们最好找一个太平的地方躲起来。哎，有了，我们就去通知岛，那里既没有恶鬼，小皇帝又找不到我。通知岛在什么地方？那儿。那边有个小岛，我上次攻打神龙岛的营地就在那儿，所以我叫它通吃岛。你既然喜欢，那我们就去吧。好啊，我们大伙一起去啊。走啊走啊，我们大伙一起去。走啊走啊走啊。等等我。喂，你怎么不去啊？我不去。走啊，我才不和他们在一起呢。走，和他们去吧。哎呀，公主，我不生气了，走走走啊，走！我不去，要去你去，要去你去，我才不去！这个岛上很多鬼的，什么断头鬼呀，什么断脚鬼呀，被大炮炸出了肠子的拖肠鬼呀，还有专摸女人肚子的剁手鬼啊！还有你这种专门胡说八道的脚曲鬼，你混蛋！你见了别的女人就不要我了？你住手！你住手！我告诉你，你以后再敢打魏公子一下，我就打你十下；你敢踹他一脚，我就踹你十脚。我说话可是算数的。你是他什么人啊？凭什么多管闲事啊？自己老公死了，抢别人老公啊？哎，你瞎说什么呀？你老公早就死了。小贱人，你老公也死了，你老公也死了，你老公先死的，你老公才先死的呢。你老公也死了，你奶奶也死了。你看，好了好了，别打了，别打了，不要脸，别打了，不要脸。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吵的话，我就让你一个人留在岛上，没有人来管你。欺负我。方姑娘，请你去吩咐船夫准备开船。你这么跟我说话，我怎么担当得起啊？夫人，你吩咐便是。今后咱们姐妹相称，别再说什么夫人属下的，你就叫我全姐姐，
我就叫你姨妹妹。全姐姐，那毒丸的解药上船后我就给你服，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了。谢谢全姐姐。这个小恶婆公主今日算遇到对头了，从此有人制住她了，免得你一言不合伸手来打我。上船吧。啊，走。好啊，走啊，上船上船。走了。去通知岛了。这个船呢？小宝，你说的通知岛为什么叫通知岛啊？啊，这是不是？小宝宝，你过来一下，你说呀。小宝，师姐，小宝，你要干嘛去啊？你摸。摸。摸什么呀？这里啊，是你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刚才我在岛上说的都是真话，我早就是你的人了。在扬州妓院的时候，啊，真的。哎，来，我闻闻，我闻闻。那天晚上在丽春院的大床上，我就是闻到了这个味儿，散发着咸咸的海腥味儿，一定是他，一定是他了。看来他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是我的，是我的。啊！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味儿。你怎么就能闻出来？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呢？那天晚上那么大一张床，那么多人，天又那么黑，我哪能看得见呢？所以就只好一个一个闻过去。闻到了一股海岛的味儿，我一猜就是你。去你的！你这个坏家伙，那你倒是告诉我，这方怡是什么味道啊？咦，我还真是忘了，那我去闻闻看。小宝，这次我对你可是死心塌地的。你可不能，你可不能，你要是，不能不能，我什么都不管了。你们两个。这两个人真是的。说你们四个挺好。胡说了吧你。小宝，你偏心，喜新厌旧。是啊，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说给我们也听听。好哥哥，对，说给我们听听啊。方姑娘，快说呀，这是解药，你吃了吧。谢谢全姐姐。那以后我也叫你全姐姐好不好啊？好。你
那以后我们就当姐妹相称吧。嗯，好啊。全姐姐是老大，我是老二，曾柔姑娘就是老三，小郡主就是老四，建宁公主，哎，建宁公主呢？嗯，哎，啊。她是公主殿下，自然不愿与我们姐妹相称，那我们不要为难人家了，不如我们称她为公主殿下吧。谢谢了，我才不用你们叫我公主呢。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不哭不哭吧，大家开心心的好了。你搞了那么多老婆，我是第几？我是第几个？我是第几个？哎呀哎呀哎呀！哎，小宝，小宝哥吧，哎呀，怎么样？哎，小宝，小宝，我要跳下去了，我要死。我不活了，我不要你们管我的死活，我不要这些。没关系没关系啊，公主的武功很高的，就算跳下来也不会死的。好了，走了走了走了，大家回仓里去吃东西去啊。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们去吃好吃的去喽。走走走走走。哎，啊，没事的，没关系，他不会跳的。哎，别紧张，别紧张啊！哎，小宝，我快跑啊！我今天非要抓住你，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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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婆。你不会真的想谋杀亲夫吧，小宝？
小宝，小宝，哥哥，你怎么样？小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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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呀！小宝，快起来呀！小宝，快起来呀！小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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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小宝，小宝，你们不挨个亲我一下，再叫我一声好老公，我就死定了！水吧，没有别的办法了，快水吧！把船靠过去，全都下水，给我抓活的。站好！把船开过去救人。董事长，这。没事，臣济南参见二公子，不必多礼。原来是陈郡使，我这厢有礼了。不必客气。你们怎么会遇到蜻蜓水师呢？多谢多谢。我跟师父还有阿珂姑娘要回台湾，没想到半路碰到施琅那个逆贼。倘若哪天我抓住他，一定要将他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传送追击，看，公子要抓紧撤离，这里离岸不远，我们先到陆地上再做打算。好，开炮！沉了，快放小船啊！快，快放小船！这公子上小船，赶快撤，撤！快！
们到家了，我们到了。啊，来来来，啊，小皇帝啊，小皇帝，你逼着我二上通吃岛，看来我韦小宝要在这通吃岛上待上一辈子了。哎呀，通吃岛啊，通吃岛，看来这都是命中注定，注定老子要在岛上把这几个老婆都吃掉。可是这个岛上虽说有美人陪着，一不能赌钱，二不能听戏，又没吃没喝，这日子闷得慌啊。而且这岛上的金银和沙子一样啊。哎，还有阿珂、双儿，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不能撇下他们两个不管吧。尤其双儿，他要是找不到我，他一定担心死了。姨姐姐，姨姐姐，你记不记得那日就在这儿，你骗我上了船，害得我这条小命差点葬送在辽东亚克萨呢。我跟你赔过不是了，难道还叫我磕头赔罪不成？好啊，好啊，开个玩笑。不过好人有好报啊，历尽千辛万苦，今日我终于可以陪着你了。好啊。哎，姨姐姐，你们两个说些什么给人家听听成不成？他说要捉住你啊，给你在脸上画个小乌龟啊，好不好？一行人都上了通吃岛，划小船靠岸，一定要抓到郑克爽，快去！这，快！那边有悬崖，大家都躲到那边去，快！师傅，师傅。小宝，师傅，小宝，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姐，快，快走。相公，相公，相公，好双儿，我可想死你了。这算不算大功告成啊？啊！风兄弟，带着弟兄们全部撤到山后面去，大家快走，快去啊！快！快！快！火车就这出。宗主，他们追来了。